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的一开篇《荒诞与自杀》中就写道，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自杀。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，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。的确，自杀是最值得关注的哲学话题。古人寿命比较短暂，一般只有39岁，那时刚刚把后代培养成人，自己就奔赴死亡了。而现代人寿命则大大延长，后代成熟之后，自己才过了半生。前半生上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日子是充满变化，值得期待并丰富多彩的。而后半生的生活方式已成定局，日子则几乎是千篇一律的。起床有轨电车，办公或打工4小时，吃饭有轨电车，又是4小时工作，吃饭睡觉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，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。不过有一天，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，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。厌倦处在机械生活的末端，但又是开启意识活动的序幕，唤醒意识，触发未来。未来要么在循环中无意识的返回，要么彻底清醒。觉醒之后，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，要么自杀，要么康复。面对这日复一日重复劳作的人生，面对这日趋一日走下坡路的后半生，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可能都会产生一种荒诞感、无意义感，甚至绝望感，都可能不止一次地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是自杀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，它不是勇者所为。真正的勇者是像罗曼·罗兰所说的，看透生活的真相而依然热爱生活者。真正的勇者是像西西弗那样，面对无望的人生而依然微笑前行者。西西弗是古希腊神话中遭受诸神最严厉惩罚的人之一。西西弗是柯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，宙斯掳走了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埃鬼纳，河神到柯林斯寻找女儿，知悉此事的西西弗告知了河神内情。由于泄露了宙斯的秘密，宙斯气怒之下派死神押西西弗入地狱。西西弗用计绑架了死神，致使长时间没有人死去。冥王忍受不了地狱的荒凉寂寞，便派战神把死神从西西弗的手中解救出来，西西弗被打入冥界。在被打入冥界之前，西西弗嘱咐妻子不要埋葬他的尸体。到了冥界后，西西弗告诉冥后，一个没有被埋葬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，并请求给予3天时间告假还阳，处理自己的后事。没想到西西弗一看到美丽的大地阳光，就不愿再返回黑暗的地狱了。西西弗赖在人间多年，最后被诸神押回地狱接受惩罚，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推到非常陡的山上，然后朝边上迈出一步，再眼睁睁地看着大石头从山顶滚落。西西弗又得重新推石头上山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永无尽头。人们看了西西弗的故事之后，大都会对他的遭遇产生同情，并惋惜他遭到的无尽头的惩罚。可加缪却认为西西弗是一个荒诞英雄，因为西西弗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，是由于他藐视神明、憎恨死亡、热爱生命的天性造成的。他遭受的非人折磨使他的整个身心都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热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
西西弗生动形象地隐喻了荒谬之人。在西西弗的世界里，没有了任何主宰和希望。他推石头上山的劳动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，而且将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。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一直重复，毫无意义就停止去做，反而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去推石头，上山下山，永不停歇。他意识到了此事的荒诞，但是没有逃避，而是勇敢地迎接荒诞，走向荒诞。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，是难分难离的。如果人在面对荒诞时进行英勇无畏的反抗，那么荒诞是能够产生幸福的。从西西弗推石头这件事本身看，他做着令人痛苦的工作，但从他对惩罚的蔑视看，他是在欢乐中进行。苦难的遭遇是一种沉重的命运，人们只要正视它，只要接受它，把它当作生活的常态，就会从无效的劳动中获取快乐。西西弗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，他的岩石是他的事业。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，他渐渐潜入诸神洞穴的每分每秒，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。他比所推的石头更坚强。面对推上山又滚下来的石头，西西弗毫无畏惧，依然重复劳作，负重前行，泰然自若地承担生活赋予自己的重负，依然用蔑视和反抗的姿态对待上帝赋予自己的命运。西西弗推石头重复上山的行为看似毫无意义，但是他在这无意义中的抗争本身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。它显示了人对命运的姿态，它显示了具有主体性的人的抗争。人生的幸福与否，不在于生活是否充满苦难，而在于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。如果我们不把苦难放在眼里，置于心上，苦难也对我们无可奈何。如果我们把苦难视作上帝对我们的赐予，而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，视作是我们生而为人应当承受的命运的一部分，苦难也对我们无能为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不能认为西西弗是不幸的，相反，他可能是幸福的、愉悦的，他可能享受推石头上山的过程，他可能享受迎接苦难并战胜苦难的过程。给他带来痛苦的，同时也造成了他的胜利。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。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。荒诞与反抗是加缪哲学的两大思想主旨。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存在荒诞，人们无时无刻不被荒诞感所包围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会产生荒诞感。这种荒诞感所带给人的压迫、窒息、焦虑、痛苦和无奈，会让人对生命失去信心，对生活充满厌倦。于是有些人选择逃避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束自己本该继续存在的生命，放弃了上帝给予他们的本应丰富多彩的人生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，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。自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世界性问题，在15至34岁人群中，自杀位列第一死因。2003年9月10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首次世界预防自杀日，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急需解决的问题。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：当我们面对苦难的人生、荒诞的世界时，应该如何自处？通过自杀寻求解脱？当然不是。
自杀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，对挫折的屈服，对责任的放弃，对苦难的投降，是一种弱者的行为。生活中的种种苦难，并不是上帝对人类刻意的惩罚，而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。它让人心存敬畏之心，它使人变得更加强大。人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去经历自己的人生，去穷尽自己的人生，就是胜利，就是自我超越。加缪对未来是绝望的，但他在绝望中找寻希望，鼓励人们勇敢地面对苦难，用反抗对待生活的荒诞。反抗荒诞并不是为了消除荒诞，而是接受这种荒诞，并带着这种荒诞感去生活，带着人和世界之间的裂痕去直面生活本身。加缪经由对西西弗神话故事的天才阐释，将卡夫卡对命运的洞察变成一种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对命运的挑战。他不否认象征命运的石头最终是要滚下去的，但他却看到了西西弗照样将石头推上山的那一面。如果说生命的结果即死亡，就像那块滚山下的石头，那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推石头上山的过程中，在于向死而生的生活和创造过程中。这就是加缪带给人的生存思考，也是加缪哲学的精华所在。